张九镇。看我一看，我小五十一，看五十个。还有就是一毛毛的人呢。你要先实际想跑步。那是放了五年，一天也有饲料钱呀。行了，我们还是要把以前呢，记得钉子哥跟他们大人钉一发。开始我们帮你推销，下次呢你要自己去跟他们对接，好不？对的呀，放到我这里。杨老，你多跟他对接子，好吧？周书记，像靠我们两个的话，只能帮助他们销售一小部分。您想一下，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没有？我们村啊，有个龙头的帮扶企业啊，我们去一起去找一下他。我们贫困户土鸡啊，滞销的问题很严重，帮我们五峰村的贫困户啊，一起来解决我们这个土鸡滞销的问题。就他们卖不出去的，我就按市场价直接回收，帮他们全部销售出去。我用我们的渠道去销售，一个就是我们村的那个扶贫书记他们嘛，过来跟我做工作啊，然后他们的真诚打动了我。我们这里还是环境也很好，喂出的土鸡的质量也很好，肯定还是希望我们这边的土鸡打造成网红的吧，销路就好一点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我家，在村里的帮助下，我们家在前年已经脱贫了。现在在我爸爸的鼓励下，我现在在和周书记一起干扶贫。杨璐这个孩子是贫困户，把我们的扶贫户的子女能够培养出来，这也是一个扶贫的一个好的举措。杨璐，你作为扶贫专干啊，我也对你可能要求会比较严格一点吧。经常去看书，你不断的学习，更新自己的知识。字啊，要勤加练习。我们上户的话也是要做记录的，字的话也是人的第二张脸嘛，也是每天至少要练半个小时的字。我扶贫三年，我觉得最大的欣慰就是培养了杨璐吧，为我们五峰村提供了这个后备人才。两年来，我跟着我们周书记学到了很多的东西，我呢自己也想多读点书，为我们五峰村的建设奉献自己的力量。杨璐，加油！